我现在就是拽少，你知道吧？很拽。那下个版本色体加强之后，如果色体在后期能达到这个300攻击力，是比较好达到的。出着巨九，300攻击力4000血满，豪一石一拳能直接锤1000多1023，蓄意空拳真伤一拳1023，确实会有点拽。有美好的未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躲不掉你造的孽，躲不掉你造的孽。直接追着 A， 知道吗？叫拽少吗？这地方眼熟。小老板很不想活啊！打女玩家有加成吗？控制兵慢慢补，这就杀了。你身体有毒，怪凶，我把它扯出来。他会有点火的。这里的话就是直接他在要进草的时候就开野，省得他在草丛里卡视野 A 我一下，靠着点火让我吸不起来。很多时候别人怎么一走你就知道了他的心思，知道吧？你他往前边一走我就知道他的心思了，那他就直接埋了，两仙土往身上一盖，直接给他整两仙土，整两铁锹土往他身上一盖，原地就让他进坟里。他没点火了，骚一下。注意看啊，成两下，卡这个血量，就让这个血量在他一个普攻加毒能把我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再开一，然后散打。这就是转哨，你就可以在塔下肆无忌惮的乱玩。主要这个分段也太低了，兄弟。然后出发枪怎么冲？但是不要急着追，这波不对劲，他的技能交的特别的果断，很大可能是有队友的。他的技能交的太果断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直接开始反方向就开始朝下边跑，不对劲。我是不亏的，打掉他一个疾跑。一个大招摁住，哟，他还敢直接甩技能，不怕我再给他免疫了吗？我麻了呀，我脑瘫了，他给我上了个点火，我觉得是好像我点火上过了似的，这不猪逼了。我觉得我跟他点火上过了似的，脑残了。假装不知道他在哪。哎，朱斌，这一招真的打，有的时候不了解狼人的人很有用。哇，对劲呐，兄弟！这伤害不对劲啊！你他妈，你这个连招，我麻了！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连招帅一点，这个人头的归属权我真的不在乎。他主要这个连招太僵硬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连招就像他妈秦始皇坟里出来的兵马俑那么僵硬。然后把这个人头拿了，我真的很难接受，他这个太尬了。队友产生了瑕疵，产生了隔阂。打个白银要求还这么多，主播下把来把塞拉斯行，啊不行，下把得玩娃娃。你要说拉丝儿，我可就不困了呀。嗯，差5滴血。
狼王桌子底下有男童。你说出这话，你肯定是在招点兄弟。好吧，这点错了呀，这点逼眼给你点的，我操！这视野甩的都啥玩意儿？仨眼放出一个效果来，你是咋放的，哥？祖王会发现你血如玉立，这个什么鬼？哟！这个反应可以的呀，男主下不上当了。又还想冲我是吧？完了，一下给萨米拉冲了一下，萨米拉一下给血冲满了。不急，是的，奶奶的奶奶，哟我操他妈，好，好，好快呀、啊、他，兄弟，鲜肉。完了，他成刀妹跳板了，我麻了，全麻。这里我是不能上的，你快自己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命。好，这里有平台，平台的大哥上，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待到了机会？总有一个人会急的，对吧？总有人会急的，你只要不急就没事了。我家这大眼睛反手扣了个问号，感觉玩大眼睛的是不是都沾点闷骚啊？他这波反手问号太屌了。拿出这波的话，死则拖就硬拖，他知道他死了，但他就是要拖住，没闪没到，压死，杀一个，很慢，欠他了，哎 ，nice， 没他，这波迷了，直接闪走就行了，杀个人闪走。这俩人直接交掉闪现追杀老夫，玩狼人不知道怎么打肉，也不知道怎么出装。你其实不是不会打肉啊，你是人家缩在塔下，你就不给你送人头，你就不会赢了呀。我哪，你这哪是不会打肉？你想办法在别人，就是想办法给别人压刀，压他的刀，然后呢，自己又不漏刀。时间长了他不就急了吗？他就失误了，对不对？别叫了，哥，你在这儿跟我拼，正在路上是吧？好像你在上海，我在北京，你跟我说我，你跟我说我的生日宴你肯定到。我刀灭的大，我们大家别急，这炼金是没闪，开不了。哟呵，但是我嘲笑了一局的塞拉斯在这里的时候像个战神。要播吧，鲜肉，
我曾经是你我推山杀掉的人。我肚子有点麻。队长。